讲台语，真欢喜。联合国订定每年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，彰化县政府在2月17日至19日举办台语嘉年华系列活动。第一波 U Bike 大街小巷骑透透活动，在县长魏明谷与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共同鸣笛声中启动，期望让台语文化不断传承下去。今天最主要就是讲，我们来响应世界啊母语日2月21日啊这个活动，所以对今天日开始，我们有邀请彰化艺术高中这学生囡仔450位，骑这个铁马伫彰化市街头巷尾啊走透透，宣扬啊这个台语文的台语的这个文化，咱的语言无去断去，这是咱的母语，咱的文化，咱的根，拢爱永远永远。大家看开，传落咱的后代。今仔日有这么多学生囡仔，因家己主动欢喜出来做宣传，啊，所以一方面，因知影这个校长啊，甲咱的家长会长，啊，拢知影讲这个本土语言的重要性，啊，所以大家做伙来推动，咱相信伫彰化县应该是会真好的推动，特别。同在这个时阵，咱伫2月19日，伫咱的八卦山原成功园区遐，啊，咱要举办一个台语的嘉年华会、园游会，有各种的活动进行闹热。啊，特别伫迄个时阵，咱要阁宣布全台湾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咱的台语文的园区，请咱大家做伙来参加，做伙来用心，做伙保护咱家己的文化。我是彰化艺术高中的学生，我今仔日要去彰骑骑脚踏车，坐彰化市一日，然后礼拜的时阵嘛有办彰迄宣传台语的园游会，啊，欢迎大家来好好佚佗，做伙来佚佗。U Bike 大街小巷骑透透活动，号召450名彰化艺术高中学生骑乘 U Bike 深入彰化市区。同学们化身母语小尖兵，与乡亲面对面互动，发送传单，宣扬2/21世界母语日。不仅让民众了解母语文化的珍贵，更让同学们深入了解彰化市的美，进而守护自己的文化。国音频道许维珍，彰化采访报道。